们要来看的这一本书是什么呢？好聪明哦！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会给你看封面，请你看看封面上有什么，有哪些人物。好，请说说看。来，第一，有猴子哦，猴子的兜里，一家啦哈。好，还有呢？鸟，鸟在哪？在上面。哦，在上面，很好。还有吗？骆驼，这个长得像骆驼吗？还有没有别的？啊，请说。风筝很好，红色的风筝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人，哎，请问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男的，是男人还是男孩？男孩。你们觉得是男孩？好，还有别的吗？哎，请说。马，你觉得这个是马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狼。狼，哦，很好，你们答案都不一样哦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个地方你们没讲到？就是他的书名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来念一次。尼可莱的3个问题。哦，那表示尼可莱有几个问题？3个。好，那现在让我们来猜猜看，尼可莱会问什么问题呢？你觉得他会问什么样的问题？来，知道请举手。来，请说，小林。他会问为什么那些动物一直跟着他？哦，他会问那些动物为什么一直跟着他？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什么啊？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哦，你觉得他很可能会问什么？来，千羽。风筝为什么会飞起来？哦，风筝为什么会飞起来？很好。哦，还有呢？这第二个问题啊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好，来，婷婷，请说。猴子为什么会爬？猴子为什么会爬？很好。我们呢？到底呢？刚刚小朋友猜的问题是不是尼可莱的问题呢？就让我们看下去啊。是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一起读这一本书。那在朗读之前呢，我们要复习一下朗读的要领。好，第一个，字音要读准；第二个，词语呢要读正确；第三个，句子呢要读出情感。譬如说，这里有一个句子，他顶着狂风暴雨。这是狂风，不是狂轰哦，不是花轰哦，哈。还有要读出感情，这是狂风暴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大声一点，还是要轻柔一点？大声，因为是狂风暴雨，不是细雨绵绵，哈，所以要大声一点。好，第一次点呢，遇到句号前的赏声，赏声是第几声？第三声，要读全赏。譬如说，这里有一个底，对不对？那全赏要怎么读啊？读一次。很好，那老师现在念这个句子，那小朋友呢练习一下哈。他顶着狂风暴雨，远远的跑进了树林里。来，小朋友念一次。他顶着狂风暴雨，远远的跑进了树林里。哦，刚听到小朋友非常的棒，不一定要跟着大家的速度哈，你按照自己的速度就好了。等一下老师会开始分绘本，那在这当中呢，小朋友就练习哈，我要注意听谁练的最好。好，请排长出来。好，小朋友怎么没有练习呀？他顶着狂风暴雨练习呀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去找17号，可能错了没关系。来，一定来念一次。他顶着狂风暴雨，远远的跑进了树林里。依林，你好啊。从前有个叫尼可莱的男孩，有时候他觉得不知道怎么掌握做事的方法。我想成为一个好人，他告诉他的朋友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最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尼可莱。我告诉你们哦，我头上这个是什么啊？风筝。对啊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我很想要当一个好人，我好想当好人哦，可是呢，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啊，我有很多好朋友啊，
他们都很爱我，也很了解我，也很想帮我的忙。我想啊，我只要知道三个问题的答案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三个问题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嘿，云山说，要怎么做？告诉你答案在后一页。来，请看下一页。什么时候是做事的最佳时机？来，小朋友一起念。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人？什么事？好，什么事是最重要、最应该做的事？好，可以不用拉那么长哈。好，什么时机呢？那就是时间哦。然后什么人呢？就是人物咯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该做什么事咯。好，尼克莱的朋友思考第一个问题，苍鹭颂雅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苍鹭颂雅。”要知道做事的最佳时机，首先必须要有计划。譬如说，像你们永顺国小上个礼拜不是才刚开完运动会吗？你知道吗？运动会要预演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预演雨天、预演晴天，然后呢，什么时候该出去，什么时候该回来，都要有计划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的运动会计划的非常的周详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很圆满成功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妈妈都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好。一直在叶子里找好吃的猴子果，跟你说，如果你细心观察、留意，就会知道了啦。问那么多。狗儿普希金小睡醒来，翻了个身说：“单凭你自己是没有办法事事留心的，你需要一群伙伴的帮忙。比方说，果格里有个椰子。”就要掉到你头上了，咻，蹦！啊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是谁啊？谁啊？是谁啊？谁这么坏要打我啊？吼，普希金，你早就知道，怎么不早说了？讨厌！宋雅，宋雅，赶快带我去看护士阿姨！哦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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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咦！好，接下来，尼克莱想了想。接着问第二个问题，来，小朋友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什么人是最重要的？很好，等一下我们分成三大组，这边是第一组、第二组，然后这边是第三组哈。第一组你们是颂雅的句子，第二组呢你们是果戈里，第三组呢你们是普希金，就是小狗哈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哦，第一组预备，那些预备开始。觉得接近天堂的人最重要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因为他们是神。哦，你觉得是神？因为他们是天使。他们是天使哦。王老师觉得哈、哦，可能啊，因为他是一只鸟嘛，他觉得呢，飞得越高呢，就越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越厉害的人就越重要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他觉得最接近天堂的人最重要。好，换第二大组念。他要治病的人，因为他头被打到。对啦，因为他被 K 到了哈。好，第三组。那些在治病找人的人，普希金猴子。哇！哦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普希金的脾气不太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可能常常跟人家有纠纷，所以他觉得治病法则人最重要。你们知道谁治病法则？法官。法官吗？啊，应该是立法委员哈。第一题，尼克莱有什么困扰呢？来，尼克莱有什么困扰呢？哎，上位请说。还有三个问题。他想要。他想要。哎，他想要成为一个好人，很好。可是呢，他虽然想要成为好人，可是怎么样？他不知道怎么做。志杰。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对，好棒。他想要成为一个好人，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他的朋友认为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人呢？宋雅说谁？谁？
接近天堂的人。果戈里呢？好，请说。懂得治病的人，因为他怎么了？受伤。好，最后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？小狗呢？小狗呢？好，云山，云山。哦，制定法则的人，非常好。好，接下来你认为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人？请你告诉我，你觉得谁是你最重要的人？好，依英，请说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和妈妈会保护我。哦，保护你。雨桐说，家人。为什么？家人会关心你。天宇，王老师在说，我好感动哦。因为王老师在教你们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也很爱你们哈。来，好好好，等一下再讲下一个。你的朋友，他的朋友认为什么事是最应该做的事呢？啊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请问什么事？来，一起说。飞行。被发现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只要我们能够善用时间。把握当下，然后呢，珍惜我们身旁的人，并试着去帮助他们，那我们就可以快乐的生活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心智图哈。来，我的三个问题心智地图。首先，你原来的三个问题：重要的时间、重要的人、重要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利用心智地图写下你自己的三个问题的答案。怎么写呢？我们来看这里。好，等一下老师会发这一张学习单，请你注意看这个中心呢，就是我的三个问题。好，那这个呢是重要的人、重要的时刻、重要的事。老师上次有跟你们讲过，你在写心智图的时候，你可以同样的分支用同样的颜色。你有没有发现老师用了哪三种颜色？红色、蓝色、黑色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这样子分更清楚哈。好，你看最重要的人是妈妈，因为她每天照顾我。还有没有别的？好，小林说吧。弟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天陪你玩。好，你要看老师的答案喽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人是爸爸，为什么呢？不，他在我上学。好，来，最重要的时刻，谁会说重要的时候？所以觉得在学校什么时间？你什么时候你觉得是最重要的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来，英琪，上课。为什么上课很好玩？很好哦，谢谢你的鼓励。来，下课。下课，对对对，你跟我同一国的。为什么可以跟同学玩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原来的答案是什么。哎，赛跑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赛跑，60公尺赛跑最重要，因为我想得到。觉得赛跑很重要的举手，大概全班都是啊哈。还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时刻是下课，因为可以跟同学玩。建佑，你真是王老师肚子里的蛔虫，我跟你心心相印。好，接下来重要的事，重要的事，你觉得什么事情最重要？什么事情最重要？什么事？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睡饱就没精神，是吗？好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哎，尚威，啊，喝水最重要，因为昨天健体老师哈，燕如老师才说要多喝水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请说。吃饭最重要，为什么？吃饭皇帝大，对不对？不吃饭会死翘翘，很好。好，那我要来看哦，哎，你可以把你想到的发挥在你的学习单里面哈。那我要来看我的答案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？有没有人跟我心心相印？专心上课，因为会变聪明。哎，英琪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我跟英琪心心相印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，为什么呢？助人为快乐之本啊！好，现在换你喽。等一下，第一件事情，请你完成学习单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请你把这本绘本带回家，跟你的爸爸妈妈分享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是哦，这本绘本很特别，它后面有一个附录。其实它是俄国的大文豪、俄国的大文学家托尔斯泰他的作品。然后这本书是改编的，那里面有一个附录哦，非常的精彩哈、哦。这个可能要大人才看得懂啊，你回家呢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看，在这里。好，还有。
老师呢还要交代你们一个任务，就是请你回家问问爸爸妈妈，你觉得这本书里面一直都出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李快牌风筝。风筝，对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，他一直背着风筝，对不对？对、哦、老师希望你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，为什么一直有一只风筝呢？好、哦、好，再来第三点，教室里面呢有相关的绘本、哦、那请你可以利用下课时间来看。来，老师先介绍一下、哦、第一个，这个是好，我们上学期看过，对不对？再看一次，很有趣，对不对？是，还有第二本呢，这一本是拥抱。拥抱呢是在描写一个刺猬呢，它交朋友的过程。对，好，还有一个是我的蚂蚁朋友。哎，这个呢是介绍你可以跟朋友做什么。好，等一下，表现最好的人，我第一个借给他。好，那现在老师就要发学习单哦。好。